行了，你也别加油了。我告诉你哪个是加油，这个最右边的这个。右边这个。对，这个就是加油。哦，这个是加油。这不学什么驾照？对呀，打方向盘走了。打方向盘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我真怀疑你是隔壁炸弹派来的卧底呀、啊！你赶紧走吧，什么人呢？能这么笨，还是缺什么驾照？赶紧走！什么教练呀？当了10年教练，没遇见这么笨的。